前两三周已经有交通报告，就是有关给赵都区啊，进入我们开展东南子，感谢主，这个至今已经开展了两周，那我们总共也扣了大概800多户，但是呢，就着所谓的东南子来说，总共每一个里叫做7公里，就已经7800多户。那所以以两周的速度扣了800，那弟兄姊妹可想而知，我还需要多少扣？那可能要扣到7、8月了哦。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呼召你们弟兄姊妹，若是你们这一周一直到4月21号，若是你们时间释放，你们请跟待会分组的时候各大组的组长报名，你们有备这个开展。那另外呢？也交弄一下，4月2号到4月8号，感谢主，这个在南投壮年班的训练学员，他们要分成啊，这个20多队弟兄姊妹到全省各地去加强开展。那我们高雄、高屏地区呢，申请了2队，一个队呢，也就是到东南子开展，一个队是到东港还有万尔开展。时间我再说一次，4月2号到4月8号，就是呢周一到主日的时间。若是弟兄姊妹也可以，特别啊在这一周，我们啊是呼召已过壮年班毕业的学员弟兄姊妹，请你们能够蒙呼召，能够呢一同有份于这个开展。感谢主，这个我们这一次在东南子的开展，虽然是蛮辛苦的哈，对不对？因为其实原则上都是男子弟兄姊妹在开展，不过呢，主也听我们的祷告，阿门，也得着了一位果子，是非常好。但是我们更盼望弟兄姊妹都是我们一同能够参与这样的行动，相信呢、主会赐给我们更多得救的人数，天主感动我们，阿门，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你们，阿门。香条组这边报告，在斯里兰卡的香条通缉现在已经出来了那我们也会挂在网上我这边报告就是有第一梯次和第二梯次，第一梯次是在7月19到25号共计7天，然后9月份是9月20到27号9月份是20到27号是8天这两梯次的斯里兰卡的香条去的这个行程都有不同，但是第一个所到的会所都是普伦托然后以后还有2处的召会，最后有一处召会是要成立召会的聚会等于说就是金灯台的设立、举杯的设立，我们弟兄姊妹要去那边加强那边的见证有当地的圣徒有香条这2次的行程都是访问的性质居多盼望有这个能去的。想要去的，我这边有报名的表可以报名。那报名的时间是5月1号以前就要缴齐。那报名的同时收5000块的定金等一下这个休息时间可以来我这边拿报名通行。